五一小长假，三亚市各景区推出多样新玩法和优惠活动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。天涯海角景区的天涯飞跃，可在高空领略天涯美景，体验速度和激情。海豚秋千在海面上荡起秋千，满眼海景中体验心惊摇荡。都挺好玩的，也挺刺激的。下回有同学会一起再过来。五一期间，在校大学生可以凭相关证件，可以享受我们门票单人31、双人50元的优惠。同样是荡秋千，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的悬崖秋千设在洞天旅游区内的悬崖边。我们觉得这个项目也刺激，也挺好玩，也适合小朋友玩，我们觉得很开心。此外，大小洞天还推出了丛林飞车、时光魔毯、海上娱乐等项目。我们想着趁着黄金周这段时间，打造我们景区的一个酷玩的一个项目，所以就在这一次的五一全部开展了。玩法新鲜，价格优惠。五一期间，三亚各大景区都有优惠活动，如鹿回头景区的线上优惠门票抢购、优惠礼包等等。打个比方说，三亚的南山景区推出了一个劳模免费游南山的这样一个活动，三亚的一些传统景区都推出了相应的优惠套价。